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就我们出来巡台。今天我们人来到了这边，是位于大雅这边。我们偶尔会来这一条巡，因为这一条好像连续蛮多间娃娃机店，在巡台上面算是蛮方便的，一巡可以巡好多间。那这一间之前也有来这边巡过拍过，今天既然要来到这场，就来这场玩一下。来吧，我们来玩这一台试试看。虽然它只是讲厨房纸巾，但这一台的台主的这个活动啊，在市面上我们从来没见过。你看这边夹一个，刮十个。初一刮十，这个是真的有点扯。你说在外面夹一刮二啊，夹二刮三，夹三刮二，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刮法。然后从来没有见过夹一刮十，你说夹一刮四啊、五啊、六啊、七啊、八啊都没看过。然后这个台主就直接跳最高十。然后我算了一下他的刮刮乐，你看这个刮刮乐总共是一排是十刮，从上数下来八刮，所以这样是八十刮。那这样八十刮的话，哎呦，那我等于夹八个就清刮了。它只有两个角。对，就是可能让人家一个刮爽的感觉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台信甩幅还不错，下去吸，爪距还好，没有开很开，好像不太能吸。哇塞，那这样只能扎实的吃下去哦。我已经插到底了。哇，难怪可以夹一抽十，这个有点尴尬。哇，夹到现在还没有动过。这个，它只有三爪全八啊！哇，正门夹现在应该一百多了，没有起来过。爪夹有点高哦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哎，翻，哇！有点闻到宝夹的味道。因为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那个虽然看似好像没什么开爪具，但是它合起来那个力道不足以把它吸到袋子，这样捏起来丢，就这样子拨一下勾一下而已。起，哎，真的是哇塞！哇，杀40元就饱了。捏袋子，做个球，弹一下，做不了。做球应该。这做球也没啥意义啦，因为。490买了一捆五月花，哇 ，OK 啦 ，OK， 反正我们就是玩一个新鲜感，一个触鼻感，然后它可以刮十个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虽然说我们在夹的过程也有一度啊，也有一度差点出啊，差一丁丁，但是就没出，浮不起来的几率真的是有点太高了。太高了。你看这样子，我们把它做好做满，看能不能保夹一个，然后再出个一包，抽个，哎呀，唔通啊！想说这样可以抽个20个，一人10个，这样也不错啊。试试看的，不要啦！哦，是，好吧，最后10元。哎，这样一人刮十个刚刚好。哟，哎，你看还是有机会的啦，只是就捏起来的那个，好像刚刚是扎吃到卫生纸本体哦。
哎呀，好了，算了，因为刚刚那一下也是差一点出，所以这一台要打出来的几率还是有的。捏重点是捏的那感觉啊，就捏不符的几率真的是比较偏高。那我们就刮吧，因为加一刮十，然后这个是保夹，这一排那就来了，出一刮十，没错吧？红，哎，红。共估，但是哎，但这样子的刮的那个体验还是倒是第一次，所以我们就等于是花钱体验一个实刮的感觉，虽然比较小贵了点，但 OK 啦。那我们就出个一包就好，再去玩一下其他的。来吧，我们来玩一下旁边的，旁边这一台里面有正版公仔，然后它可以夹一，可以抽一个。摸一下。哦。鬼灭，一直是前面不能动吗？前面哦，哎，可以试试看，不要动，直接拖正版公仔啊。可这个好像就要动了呢。哎哎，它可以直接下来滚出来吗？可以哦，有吧？哇塞，差点两个。前面那个感觉要出哎。对啊。吸，哎，好像有点小吸啊。对，可以吸，可以吸。好，这个好。哎呀！哇！可这个有需要带掉吗？可以啊。哇塞！超级爆吸这台。掉，对啊，包下去，哎嘿，可是我发现这一台可以出很多东西，因为这一台完全爆吸，来吧，这一个，而且这一台的那个只要大的，应该东西，哎呀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应该拢是拜拜。可是已经知道了，还是推推二手，这高度小尴尬。是，我有了，我要把后面补起来，不然它一直给我弹上去。可是这只有两盒公仔、啊。只有两盒，拉个水壶。那水壶应该是袋子吸着吸着吧。哦吼，来了，进攻，嘿嘿，跑不掉了。这里是跟刚刚一样，好像一样哦。啊，可是没有接住了。但是快了快了，吸，嘿嘿。哎呦，这个有了，这个稳了，这个稳了。只要再吸到那个脚，就一下。来吧，剩下的全部都爆吸。这个秒，来，我把这边能秒的给它全秒了。宝可梦，哎，多一个。躺掉不知道能不能吸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可以啦，他如果平躺跨着应该是可以，因为这挡板是真的很低啊。有了，刚前面没东西耶，好痛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先把前面吸掉，再吸一个，哼。哇塞，哎，完嘞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能吸的东西很多，那个也爆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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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吸。只是怕吸太大力啊。哦，但没关系啊，我觉得能够做到能够吸，能起来都是好玩。吼吼！哇塞！够听啊！还有这个，通通出来，
起码我觉得应该可以吸个，不然我们就抓三到四个。应该是直接给它直接下去，全部合起来。对。来呀、啊，好嘞！来来来，在头前面的。等一下，好嘞！哈哈。啊，他刚刚第一个掉了之后，他总是就松了。哦。所以你第二个才出货。哦，你有看到？有啊。哦，那这个是旧晶片。旧基板才会这样子，因为后面好像为了防止都会有人家去踢挡板会松爪的问题，所以后面那个晶片有改良，所以现在到后面如果是新机型的基本上不会脱了。我丢一个水壶，这个包吸啊，差点自杀。然后后面下面的工具箱也可以，那个竟然也有袋子，有袋子都很好吃。对啊，包下去弹一个，上面的张数我们好像可以把它抽掉，大概几张？十张，好像可以抽掉十张哎。嗯，差不多，弹一个中，来下来吧。哎、欸，没，就在等你自杀。这个不好吸耶。嗯，这个是里面最不好吸的。哎、欸、就这个，就不是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它只要跨上去就可以。那、啊、这个可以秒吸。先解决它嘛。好。因为虽然它有点重，但是当挡板够低，横着就可以过去。可它的这个盒子的材质不太一样。嗯，对啊。哎呦，偏重，而且它的啊啊，好哦。哎、欸，刚刚我们不是说最后两个？对啊。可是我很想要把那个工具箱打出来。可是那个要挖出来。哎、欸，应该还好，秒挖。挖它旁边的脚。对啊。啊，跨上去了。那再吸这一个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它被洗衣球打出来了、欸。有了。秒出。好，就最后这两个，永远的两个。虽然这一台要再出，真的是那些全吸光光。差一滴，最后一集。哦，哦，前面可以吸吗？那个？这一个要提早拍掉。哎呀，哎呦，因为这太极限了，要吸这一个。拨它。这个太扁了，全包。翻出来。哎，哎，外丢。哼，真的这台要再打，真的那些只要标准盒应该是全部都出来了。但是我们抽啊，对，我们先抽，我们来算一下目前出了几个，来吧，我们总共出了十一样，这样可以抽十一抽，加一送一抽，那我就抽个五个，你抽六个，二十六八，哦，那是五八，五八，嘿，它额外旁边好像有一个五十八号，中，三九，没有，八号，八号。中，四三，没有，中，十六，好，没有，谢谢，来吧，你的六抽，该中了吧，中一个，三号，三十，五四，都没有哎、欸，没吧，五号，呵呵，中，
80。哇塞，有啦，有整数出现了。机会渺茫，63。来呀。59什么呢？58。哇，我们抽了11抽，全共估。嗯。那这样还要继续吗？都可以秒吸啦，应该吸着还可以再出个三个，而且这个不一定左右全包。咚，来吧，上树，我们要上树。哎，好，不然我先把上面全带了，应该都可以秒带了。你看都秒带秒吸，棒球帽在里面是中的。对呀、啊，哎，里面怎么还有一个渔网？还是那渔网是我们丢进去的、啊？有可能。有了，哦哈！哎，他等一下就自己躺下来了。是。哎，应该可以进攻了吧？可以，哎，那可是重的，那我们先进攻这一个。哦，在这一个，这个爆轻啊，这个应该弹一下，这个到底是啥？它应该是啊，小灯泡 ，USB 那种的小灯泡，外丢，吼，这个吸感。吸感很好，过来真的。嗯，直接来吧。哇塞，这还太多。啊，还是要不能太近。不能太近。你看，那个，我亲眼目睹到起来那个一个边呢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要吸侧边，因为它太吸了。哦，不能吸到脚。对，反而要吸在侧边。啊啥？不然加吸球，撞它。可以哦。哇，那个是，那个应该是里面唯一中的了吧？哎、欸，啥啦？算了，你还是先出货好了。有了，侧边就不会丢了。这一个应该脚是也是爆丢了，小溪甩塔，扒出来了，丢，好丢，这样也好。我们来算一下几个，哎，不公平，我刚刚算了一下三个，那我们再一个，就最后一个。要一人两个比较公平，然后全包你看外丢，哟哦，好谢谢。那我们刚刚都全包就好了，好像小东西，还是说它标准的其实全包也外丢？不知道啊，我再试一下。这，哎，哎哎，来不要动，来试一试。嗯，对啊。全包确实外丢，没有包到底啊，没了啦。但是正门的全包好像不行，还是甩幅太正门的甩幅太大。好吧，那这样我们公平的啦，这样一人两抽，中十二，有一个二了，终于看到一个二。哇塞，四九没有，来两抽你的，十八中，十三。好啊，好啊，都没动。我们这样总共抽了几抽啊？15抽。哇塞，我们抽了15抽，但15抽抽完怎么看是还好像还有点多，还是太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抽这15抽，欸，都没中，但没关系，出货感非常不错，而且也有金正公仔。那我们就出这一波吧，我们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夹完了，今天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，在地上满满的一大袋。全满，这边总共夹了15样，然后15样之中呢，有一个金正公仔，一个鬼灭公仔，然后其他就是生活的日用品、小杂物啊，电板呐、灯泡、工具箱，应有尽有。然后这一台出货感
真的没话说。但是我们打了第一台，想说想要体验一下夹一石瓜的那个感觉是什么。虽然我们有体验了一次就好，然后刮了石瓜，虽然都没中，但是就体验一下也不错啦。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。然后后面那一台真的没话讲，出货感极满，而且他如果再摆的话，我相信在下次那一个人玩一样可以像这样子扫一波，然后再抽一次，再扫一波，应该基本上上面就可以抽光了。然后那个一番赏应该会被抽到。今天出货感也算是非常不错，今天就讲到这样子吧。这个抽奖要抽什么呢？结果刚刚我们拍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一个台主条都卖来，哎，拿两个东西要给我抽奖，他是说厂主提供的，然后厂主可能委托他带过来这样子，然后就这两颗，这两个，哎，这个我们上次有打过啊。哎，娃娃机的豆腐头长得跟悠游卡一模一样，但是充电速度呢，应该也是不慢呐、啊。然后它的整体，它的最重点的重点是它的造型。然后这次厂主提供了这两颗，要送给大家，各抽一个。这样的话，就有两个观众有机会得到这个娃娃机的豆腐头。那我们这个抽奖就抽这个厂主提供的奖品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两颗的抽奖方式片尾，大家看一下。喜欢我的朋友，再见，拜拜。